什么叫我强势？你都把人领到我面前了，什么叫我强势？贺明，等一下啊，我祝你们白头偕老，分居，家财万贯，贷款不限。我强势吗？啊，不能啊，您多善解人意的是吧？又没打我是吧？你再打我，给你妈告状啊！你敢？开始。你停车干嘛？啊，接下一个乘客。什么叫接下一个乘客啊？废话，你喊的是拼车呀。不是，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？不是，啥意思啊？我还没下车，你就想让下一个人上车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乘客呗，你是什么？那我就活该是他手里这种乘客是吗？当初说一起走到终点，最后给我扔下了是吗？我也没给你扔外面啊。姐姐姐，你别哭了，这一会儿人上来了，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。你让他当着我的面说喜欢另一个女生的时候，我有多绝望吗？不是这么刺激的吗？你还笑？我不笑了，我陪你哭好吧。你有病，把音乐关了。啊、那不就散伙了吗？有啥大不了的？就非要当别人人生中的乘客吗？你就不能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吗？行了，单子我取消了，送你回去。我不想，不想。那多好办啊！喂，阿姨，李飞说他不想回去。你我没打，我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